从小就开始养成的。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画面中这个扎着双马尾、一身黄色连衣裙的大长腿 girl 就是小杨幂。你以为随便漂亮不就 over 了？ No No No， 小杨幂用演技告诉你啥叫影后，围观群众都睁大眼睛仔细看。我的天，浑身是血不算啥，这小眼神看得本宫女也是无比揪心。水土不服就服你大秘密。七十年，物理大秘密以童星出道，从四岁开始就出演各种电影和电视剧。荧幕处女秀是陈嘉玲导演的《唐明皇》，大秘密在剧中扮演嫌疑公主。看看这一身华服，也盖不住大秘密的可爱。无辜的大眼睛眨巴眨巴，本宫女瞬间决定上交我的小星星。还有咱们的星爷也是当过大秘密的老爸，看到没？这个扎着三个小辫子的小女孩就是小杨幂。就问你惊喜不惊喜？意外不意外？还有在儿童剧《猴娃》中，小杨幂一言不合就大展歌喉。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，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尝一尝。大家住在遥远又寂静的地方，我要等清楚云是否有大灰狼。别看小杨幂那个时候门牙还没长出来，但是演技在线，唱歌也是越好听。本宫只给你101分，多一分不怕你骄傲。演技需要从小开始培养，讲故事也是。小杨幂来告诉你讲故事的正确打开方式。那只是小事情，还要放弃好难过。但是呢，但是呢，决赛的重量应该是先选人吧。